大家好，我是姐姐，今儿个带大家去打卡一家煎饼果子，他家已经干了14年了，味道挺不错的。哎，带大家去看一看，带大家去尝一尝，走起！小伙伴们，我现在来到了大古南路与合肥道交口附近。哎，就是这家店，老刘家煎饼果子。他家除了煎饼果子，还有大饼鸡蛋、大饼土豆丝、茶叶蛋、热豆浆、小米粥、热奶茶。哎，我发现他们家煎饼果子就是比去年的价格涨了5毛。这里面还有这个关于果子还有果篦的解释，看一下，果子即油条，果篦即薄脆。哎，师傅，今天刘师傅没在。刘师傅订那个分店去。哦，您家开分店了啊？哦，在哪儿？在大四。哦，哎，现在啊，刘师傅主要是顶那头，这头呢，主要是我们两个人在这顶着。哦，哎，师傅，您家干多少年了？干了算今年14年吧。哦，师傅，来一套两个鸡蛋果篦的煎饼果子。好的。然后那个浆子是袋的，是杯的？杯的。哦，来杯浆子。甜的还是原味的？要那个原味的。原味的卖完了。哦，要甜的了。那就要甜的吧。要葱要辣子吗？啊，那个葱跟辣子都要。那个葱要那个生葱。好的。哎，师傅多少钱？一共9块。9块，好嘞。哎，师傅付过去了。好嘞。你放这里了啊。哎，好嘞。哎，师傅，您家煎饼果子是村里豆面的吗？是村绿豆面，但是吧，你看有的吧，像你说的绿豆面啊，绿豆面和水就擀面、啊、也叫绿豆面，咱这个东西叫传统水磨。哦，我们这个豆子啊，就是嘛呢，早晨天热的时候就凌晨啊就开始得磨，因为呢磨完之后呢，就赶紧得那个嘛，得适当出来为嘛，要不它伏天容易收东西啊，你知道，必须得那嘛。到现在天凉快了呢，就可以晚磨点，你知道？你看，这不我们这石磨吗？在这儿，用多少磨多少，哎，你知道吗？葱要一点辣子，对，生葱来点辣子。哎，师傅，您家就是平均一天卖多少套煎饼果子？我呀，在这儿盯的时间还短，以前是一直刘师傅在这儿盯嘛，反正大我最近来吧，基本上要是平均的话呢，这一年也一天也得200多套吧。嗯。哎，您在这头已经待了差不多一年了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哎，师傅，谢谢。哎，不听不听。哎，师傅，让我看您家怎么有3个冰仓。为嘛有一个仓永远是特别热的？在翻过去时，一瞬间就发出一种煎的那种声音啊，你知道？而且这种东西出来的口感好。等于是右面这两个是摊的，对。然后最左面这个等于是最后放这抹酱，然后卷的。必须得按那轨迹走。哎，姐姐，他家煎饼果子怎么样？好吃。这老摊儿好多年了。您吃他们家多少年了？我原来在门口上班就一直都买他们家煎饼果子，我现在都退休了，我还往这买的。哦，他们家煎饼果子有嘛特色？这味儿挺正的。哎，他们家东西也干净好吃。哎，师傅，就是您家煎饼果子就是比去年涨了5毛是吧？是，因为啊，他这个油也涨钱啊，面也嘛的基础涨了。有日子没吃您家煎饼果子，我上回来还是去年的时候，去年的时候来吃您家煎饼果子。确实，您家这个甜面酱还有果篦儿，很有特色。是是，都是预定的果篦儿。哦，预定的果汁方便，因为太大的弄完砸的哪儿都是，这个的都专业定的，让他按咱要求砸的。他我们那个配比，而且薄边儿啊都是脆的，哦，而且油少。哦，咱们来尝尝，跟原来味道一样吗？看一下多耐人。然后我点这煎饼果子的时候呢，跟师傅说要这生葱，生葱跟熟葱有嘛区别呢？熟葱呢，就是你磕入鸡蛋之后，哎，撒进去葱。然后就是一起摊，这叫熟葱。你要生葱呢，是最后再放葱。哎，这果篦味道没变，还跟之前味道一样，挺酥脆的，然后不会很油。哎，挺好。他家的甜面酱回甜刚刚好，跟之前的味道一样没变，咸中带甜，回甜适中。然后这个辣子油呢，微微辣，酱豆腐汁呢。哎，这个咸香咸香的挺好。
然后这个葱呢，他家的煎饼果子这个葱呢，不用葱绿，只用葱白，哎，讲究。嗯，来口姜子。这姜子没有原味的了，他家就是有原味的，还有甜的。吃煎饼果子呢，一个手拿子不得吃，你得两个手拿子。这个煎饼这饼皮呢，要裹好这个果子或者果皮儿，这样吃刚刚好。天津卫有一句老话叫“煎饼果子就面茶，好吃不好拿”。因为喝面茶呀，就是一手托起来碗，攥着碗喝；要另一只手呢，你得拿着果子或者是这个烧饼，哎，这样搭配着。所以呢，你说你要一手拿着煎饼果子，一手拿着面茶，那不就是好吃不好拿吗？哈哈哈！在天津卫呢，吃煎饼果子可以自带鸡蛋，而且煎饼果子摊呢，一般会有放鸡蛋的这个位置，哎，拿鸡蛋排队。而且摊煎饼果子的师傅呢，还搞不错，哎，知道这个鸡蛋是李婶带来的，知道那个鸡蛋是张伯伯带来的，哎，你说倍儿厉害，哈哈哈哈！这个辣味儿，哎，层层往上涨，哈哈，但是不是特别刺激的辣，香辣香辣的。煎饼果子吃完了，哎。酱子也喝完了，倍儿酥脆。整体来说，他家的确挺不错的，跟一年多前我来吃的时候味道没变，哎，挺好。然后他家这个甜面酱呢，这个回甜恰到好处。然后这果篦呢，不油，倍儿酥脆，棒棒的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留言、点赞、收藏、转发，爱你哟，棒棒的。